微博香港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k 雷友輝，来自太极乐队的。是啦，咁我嚟緊咧8月15、16咧就會喺西九嘅戲曲中心咧舉行我自己嘅個人演唱會啦。咁個名咧就叫做 Rainbow After Rain Pet Music Over Rainbow， 係啦，比較複雜，不過唔緊要。咁所以其實開頭咧係當然係會有少少擔心個疫情會唔會又影響到啦。不過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大家都好似同我一樣咧，充滿信心、充滿正能量嘅時候咧，同埋大家繼續保持翻你哋嘅衞生嘅習慣啦，即係勤洗手啊、出街要戴口罩啊，咁啊應該咧好快脆咧個疫情就會過去。咁除了戲曲或者粵劇之外咧，我都會帶俾大家咧好多另外唔同嘅歌曲啦。咁啊，因為咧我啲兄弟咧，即係太極啲兄弟咧，就已經同我講咗咧，就話唔俾我唱太極嘅歌嘅，係啦，因為有原因嘅。咁啊，陣間先講咩原因啦。係啦，講咗咁多嘢之後咧，其實咧都係想大家咧大力支持我呢一個 Rainbow After Rain 演唱會，就喺西九戲曲中心嘅喎，同埋呢個名咧就特別啲嘅 Pet Music Over Rainbow， 因為呢個咧就係得我自己一個嘅啫。不過咧啊唔止㗎，因為仲有12月，希望大家都會繼續支持埋太極嘅 Rainbow After Rain 西九戶外草地，見大家。